看一下啊，这是刚从服务区出来，限速100，跑的就是100，正常跑，马上失速，90、80、70，瞬间失速了，我赶紧的打转向灯靠到边上，就到这儿了，后边又有车直接就把我追尾了，看没有，这现在的车总公里12237公里，方向盘报我。现在在高速上，这是我的行驶证，看一下啊，这是我的行驶证，2024年1月的，现在还在高速上，一家四口，差点就交代到这里，放上报。